深咖啡色的有机肥适用于花卉蔬果园艺，取代化学肥料。三星乡清洁队将回收厨余搅碎混合脱水，再干燥堆制，转变成为有机肥，产出2000包的数量。民众持6张未兑奖的统一发票就可以换取一包。其实咱厨余的每一天收回来了，其实是比较属于嫌恶的废弃物。咱去年在咱的掩埋场边啊，来起一间新的这厨余厂了，咱就要正式开始加入运作。咱将每一天收了这厨余，拢会当个变作咱有机的肥料。这有机的肥料，咱大家知影，三星是伫推动有机的这农业，所以咱就啊就开始希望讲，将厨余来个转化做有机的肥料了，过当来送予咱的农民来使用，这是一个善的循环。有机肥每包3公斤重，而2000包至少可募到12000张发票。中奖金额将捐给三星仁爱基金，用来帮助弱势户或需要急难救助的家庭。这些肥料有可用无？有啊，压落弄会水啊，弄会水吼，菜都水起来。哦，你无爱控制的化学的？无爱化学，我无爱吃。想啊，对身体不好啊。哦。这个是我们种植的水果很好吃的，还有菜很安心的吃，哎，这个菜很安心的吃。咱今日举办这个活动，上主要讲，咱希望透过咱民众捐每捐6张的发票，来换一包厨余。除了将我们的废弃厨余变成黑金再次使用以外，更能将你的发票来捐赠给比较需要的这些基金会。咱希望透过安尼来做循环，来不只是厨余也当转化做黑金，更加能够帮忙比较弱势的团体。因家户厨余数量有限，有机肥料每月产量最少有600包，最多可以到800包，采现场兑换，不接受预约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